米，丝瓜，放尿全部拆开来了，放在一块一块一袋一袋里上了。啊，一个没当上时那个小姑娘皮，人家餐巾纸大包的，这边的餐巾纸全部变成这个桶装了，全部都拆掉了。是肉松，整箱整箱的啊，整箱整箱的，里面是一袋一袋的，这么小一袋，这你说说看，这一箱有多少袋？就是四塘山村居委会门口，好多老百姓进去把它搬东西出来了，都烂掉了，臭掉了。是肉松，整箱整箱的啊，整箱整箱的，里面是一袋一袋的，这么小一袋，这你说说看，这一箱有多少袋？态度来啥？再来，快走！态度来啥？再来，快走！哎，再来，这里好多，快来看，这里，再来看，这里好多物资。哦，这个大要洗快来，这还有小仓库啊，真的太紧了。那么快，啥也晓得，他又不晓得，除了这家事情，啥也不晓得。刚检查出来呀？来过，今天来过啊，还有人。这个里头应该有你的，应该有了吧？有。开门呀！开门，警察来了，开门！开门，警察来了。拍照，上面写着粮食物资。开门，警察来了，开门。地下好像有，里头接出来了。真啊！开门，过来开门。进去，进去啊！开进去啊！不用开过来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哦哟，这个。哟，再跑好跑过来，跑过来，快点。来，灯光开起来，看。灯光亮了，看吧。现在是。弄下来呀。这个要打开呀，灯。这个不发的，你看不发的。看，这地下烂的。这什么？这个不是团购，他们团购不要的，大叔。对呀，他们那个真咋不要了？团购不要的，为什么有上海加油啦？这是什么字啦？上海加油是团购不要的，怎么可能？对呀，居委会就说的，团购不要的。走了，知道吗？那他直接让他倒出来拿。好嘞，没啥么子。不是，有啥子电灯呢？那还有呢？啊，还有那边有，对吧？那边我们没找到，不知道在哪。对吧？没啥么子呀。我你说你。那，哎。这个呢，这个是阿拉居委呢。这是阿拉居委，哎，我里头没那个嘛，啊，这个居委拆开来光，那比甘肃都拆呢，任务来拆的，那两个比不包呢，比老百姓吃呢，哎，那喝两些吧。那两天在毕业了，每天啊。那啊，拆呢。不来往，你那大概要一个礼拜。什么时候过呀？哎哟，多好东西哦，放上去了。伤了这个兄弟显示人民的心啊！这玩意过期了没有？4月16号的生产日期。这兄弟显示他妈怎么想哦？保质期12个月，明显是可以发的，为什么要把它扔掉？为什么是垃圾？他凭什么是垃圾？垃圾扔掉呀！我操！就是不给你，对吧？你都不掏，这个是有问题。
这个鱼还是打卡鱼啊？打鱼啊？哎，不是正宗啊，抢哪里？你咋看不打卡？我杀的呢？是打卡，哪有指标？那个，嗯，挂不到车哪里？给爸爸挂了，没有了。嗯，就挂了。怎么样？可以了。哎，那我们小姨在这挂着，你那你就挂你们。石头后头，石头后头谁有人啊？云南一家亲，云南都要流眼泪了哈。你走进去了呀？这是第一批嘛？我们搞了卖瓜子卖的，里头牛啊、鹅啊、鱼啊都有。全部来他，哎，这些玩意子，吓死你！没事。嗨，搿。这书呢，这都不能了，这都开了。嗯。我俩了，兄弟们，我俩。